step your ass up. What you wanna do? And get your ass knocked down. What you wanna do? Get ready. What you wanna do? 3-6 Mafia. Mafia. Let's go. Yeah. We ain't playing. It's going down. It's going down. We gon' hit 'em with the left. Hit 'em with the right. We gon' hit 'em with the left. Hit 'em with the right. It's a fight. It's a fight. Head bust 'em. Head bust 'em. It's a fight. It's a fight. Head bust 'em. Head bust 'em. We gon' hit 'em with the left. Hit 'em with the right.今天整了一个好汤，那个泡菜面，为什么第一口都？为什么第一口总是容易被呛到？这个是芝士的力量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吃。好烫，然后你们可能觉得我刚健身，那不是白练了吗？这么多热量，没关系，我增肌，我长肥。肥牛。这种做法很简单，但是味道真特别棒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然后加了几片年糕进去，今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天的雨，所以就没出去啊。哇，太香了。流心蛋，反正这个蛋黄就是裹的面条，哇，太香了！这肥牛特别香，白菜，辣白菜。
辣白菜我是去超市称的散装的，但散装的也不便宜。袋装的话会更贵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做法超级简单，就那个拉面，辣白菜拉面，你买一包回来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按照我刚才的步骤，非常简单，然后做给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吃，他一定会更爱你的。刚才慢慢下班，我已经给他做了一包。太烫了，amazing， delicious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一定要动起手来。这个真的超赞，做起来，为你的爱人做一顿，有女朋友的给女朋友做一顿，没女朋友的为自己做一顿，爱自己，爱生活。